来来来，老大。耶！好大。怎么来嘛？来来来。他咋这种学生啊？哎呀呀！他烂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高兴。哎呀！哇，这个蛋糕来！哎呀！这个你这个地方，这个凉。哎，你那个有点毛毛的哦，火力大啥不？我身子没得嘛，又没啥。都冷啊，天气好起来。很冷的。这冷，这裙子还要转一转。不错，真是。他一天要吃好多嘛？这个熊猫真是有手好闲啊。不要，有一根儿就好，没吃完呢。还能碎皮儿，挺紧的。就在那只树上，它的下边有多少皮儿？你看那还刚出生，放来装水也不大，它那是现在才这么大的，太大了。嗯，但是这个要是放野生的话，它吃几天那个的话，可能恼火。野生他们就灭绝了。你要放到晚安里，晚上说不定它就自己走回来了，还是它你喂它。它连路都不认识。这个东西我们要不保护它，就该灭绝了，因为它实在是没什么用处。没什么习俗。我有鸡腿儿在贴着吃了，跟吃冰淇淋差不多。现在吧嘴呢。真好吃，真好。我听到说那个张白子在这儿领养了一对，是哪个？哪对？有点烦了哦，很累的样子。这个师傅也很累啊，老是给他鞠掌。你看他也累，有点，这得多累啊。他累啊，他。要练习练习他，训练训练。嗯，那你不要太累。你看我两个人都。